雍也第六。一，子曰：“雍也，可使南面。”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“可也，俭。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俭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俭而行俭，吾乃太俭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二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，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。”三，子华仕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诉，子曰：“与之辅，请义。”曰：“与之与。”冉子与之素无柄。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，亦轻裘，吾闻之也。君子周籍不计父，原思为之载。与之素九百，辞。”子曰：“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？”四，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，心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五，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六，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于？子曰：“有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四也可使从政也于？”曰：“四也答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于？”曰：“求也易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七，季氏使闵子骞为必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吾必在问上矣。”八，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曰：“王之命以服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”九，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十，冉求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汝化。”十一，子谓子夏曰：“汝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。”十二，子游为五成宰，子曰：“汝得人焉耳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眼之事也。”十三，子曰：“孟之反不发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”十四，子曰：“不有助陀之佞，而有送昭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”十五，子曰：“
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十六，子曰：执圣文则也，文圣执则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十七，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信而勉。十八，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十九，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欲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欲上也。二十，樊迟问智。子曰：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怨之，可谓智矣。问仁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二十一，子曰：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智者动，仁者静；智者乐，仁者寿。二十二，子曰：其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二十三，子曰：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二十四，宰我问曰：仁者，虽告之曰仅有人焉，其从之也。子曰：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事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二十五，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服。二十六，子见男子，子路不悦，夫子使之曰：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二十七，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已乎，明显久矣。二十八，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圣乎？尧舜其由并诸？服人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矣。